杨毅地质电站是中国唯一运行的地质发电站。2018年十月份投营以来，累计运行时间35000小时，累计发电量5亿度，年均运行时间8700小时，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这个双循环介质发电。我们只取温度不取水，零排放零污染全回灌。地热能是清洁无污染的一种能源，其能源资源分布广，可直接利用，更重要的是其具有连续稳定的特点，这类可再生能源大家族中是少有的。相比较风能、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，地热能是唯一不受天气季节变化影响的可再生能源。杨毅地热电站是我国目前单季容量最大的地热电站，这项工程是中国地热发电样本和世界高海拔地热发电势力，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、国内单季容量最大的地热发电机组。